越长越大了。这个王姐最近又出差，这个食材又难找，所以我准备到山里面去转一下。果然，果然在雪山上不能大声说话，容易引起雪崩。但是我还是在这个山里面找到了果根，找山里人切片。门儿，还是用这个冰山雪水洗一下，刷油。哦呦呦，咋个办哦？越长越大了，这个。哎呦，我烧烤架也着了。神奇辣椒面，葱花，放一颗长得像羊屎的豆豉。苦得不得了，完全不可以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为我们家狗吃。来，三碗三碗。来。他就喜欢吃上面辣椒面。